系讲第二个话题咯，好嘛？第二个话题都仲系讲针药嘅问题啊，都系仲系讲针药嘅问题。咁啊，睇下呢两日嘅情况啦，吓，睇下呢两日嘅情况啦。咁啊，一年开始咧，其实就回应翻下我一年唔系讲咗打针先啦，临尾先讲啦，呢幾日嗰個唔係打針啊，即係呢幾日嘅疫情，大家睇下個疫情啦，係咁啊，我就發覺有啲種族歧視嘅報道嘅，係咁啊，因為即係東方啦，啊你知啦，啊東方就對於啲南亞裔好似唔係好友善啦。咁我見到有段新聞嘅，咁佢話本大廈街坊，大廈街坊向東網記者表示，咁啊教會啊佔一個單位嘅啫，平日只有东南亚裔人士出入，楼梯及大堂聚集，街坊又指咧教会每日都举办活动，每次都有二三十人，二三十咋吓？是但一间茶餐厅都唔止啦，系嘛？咁咧出出入入，各日咧，昨日一月一号，系咪二月一号仍有聚集，好多人上上落落都冇戴口罩，咁啊强调最尾嗰句都冇戴口罩咁样，即系咧有南亚裔人士出入聚会。咁嗰個係咩地方咧？應該係一個，應該係伊斯蘭教會啊，喺深水埗嘅喺住宅裏邊嘅一個即係細嘅教會聚集地咧。咁我就諗啦，突然間我諗起喎，教會係喎，因為早嗰日啲朋友話，唔知去唔去教會啊？屋企樓啊，即係隔離啊，有人染疫啊，諸如此類。咁我話喎，唔去咯，唔去教會。你唔去教會，教會即係講天主教、基督教嗰啲，你唔去教会唔可以侍奉主噶，冇呢样嘢噶嘛？教会唔教会系后来出现嘅啫嘛？耶稣过世之后先出现，即系人为嘅组织嚟噶嘛？教会其实同宗教冇关系嘅，可以宗教你系因信称义，你净系最紧要睇过个圣经嘅啫，吓，同埋你明个教理啫，啊，咁啊呢啲太远啦，唔好讲远咗，咁咧你唔去都冇所谓，但系咁我又谂下呢两单新闻过嚟。咁唔通吓？即系宗教活动，即系而家嗱，你家又叫人唔好拜年添啦，系咪？呢个高拔升啊嘛，佢忧虑海啸式爆发啊嘛，六年后，咁即系叫大家咁啊上昨日噶啦，应该系咪？唔系前日噶啦呢段新闻。減少家庭聚會，咁而家啲年初三啦，要聚都聚咗啦，採佢三芒果啦，我估係咪？咁而家有幾多人呢？116宗，琴日咁咧就103宗係本地感染，30宗咧就源頭不明。而家嘅情況就咁啦，本地品面同源頭不明，咁咧咁又係100几宗，一直都係咁啫，何來海嘯式咧？咁如果冇係點咧？屌你係咪辭職啊？唔做專家咧，唔好叫你死到咁難聽啦！你做唔好做專家得唔得？唔好出嚟見人得唔得？一個又一個啲咁專家出嚟講埋啲咁嘢，係咁啊！搞到人哋已經咁，我都贊成嘅，咁咪減少啲咯，即係新年聚會，即係少啲都唔係罪嚟嘅，小心啲咯，就曬你咯，好未啊？咁但係我又奇怪咯，開始話限到嚇冇針唔入得去，冇針唔入得去食肆咯，開始。咁而家教会点啊？教会你系咪净系吓东网报道伊斯兰嘅南亚裔嘅教会？你又讲咁点解唔讲下啲？喂，周街都系，几乎条条街都有啲基督教咩教会啊？咁教会有冇聚会咧？我谂好难唔聚会啊！咁都要佢哋小心啊！屌你，一般团体自己闩埋门聚会，好似你都上门拉人嘅喎。限聚令一樣嘅喎，即係你見好多係私鬥去搞聚餐啊啲咁嘢啊嘛，新聞時時有啦，係嘛？咁我去呢啲私人聚會都好小心噶，我都嚇、啊，大家都有啲小心啊！屌你個嚇、啊、苛政猛於虎就咁啦，搞到人哋私人聚會都驚有差人衝入嚟嘅。我家庭聚會呢句你唔好咯，好防疫一樣嘢防疫，好咁啊就你啦嚇，咁、啊、你。南亞裔都唔啱啦，俾佢報道出嚟，咁點解唔報道下嗰啲街頭街尾都有嘅基督教啊，主要係教會啊，咁多教會咧，
教宗教活动系咪已经停顿咗咧？咁我咧，当然啦，我哋呢啲咧唔会有 fake news， 非常之稳阵啦。依家做人，唔系亦都系好负责任啦。我觉得系红乜捻嘢标，屌你老母嘅。嗱，你睇下啦，政府个网嚟嘅，政府个网吓、啊，即系话限聚嗰啲嘢 ，B20QA 嚟嘅，即系第二十个题目。宗教场所是否需要关闭？记住，宗教场所并非规例599F 章下规定需要停止运作的表列处所，故仍然可以开放，即是依然可以聚会，依然可以。屌你啊！叫人哋拜年都唔好啊，但是你教会你唔禁佢喎？点解唔禁佢啊？我啊嘛，大佬你知啦。总之嚟讲，香港地就系咁样啊，恰你哋啲普通嘅愚民好，顺民好，呢又唔得，嗰又唔得，屌你，唔捻打针又唔捻准食嘢，唔准去搭车，吓你啫，都系啊，啊，我介绍呢啲嘢啫，我够知你吓我咯，屌鸠你啫，咁啊黄标红标添啦，不正确信息啦，乜捻嘢世界啊，系咪？自己唔敢嚟，你可以拉鳩我啊！你話我散布 fake news 啊？香港有啊嘛，煽動乜嘢仇恨啦、啊？煽動而家拉好多啊！屌我靚聲，唔好搞埋啲咁嘢，係阿伯三個法律學位唔驚嘅呢啲，啊佢冇吹我唔漲啊！佢只係話咧，屌唔撚俾你做生意咁啊，算鳩數咯，係阿蘭加瑞啫，我都話啦，遲早你好 TVB 咁沒落嘅，你 YouTube 做埋啲咁嘅柒嘢係咪先？好啦，咁啊又有40多個地方。表列處所啦，係咁啊，就係咁啦。而家搞到嗰、那個啊，成個氣氛就咁啦。咁啊，但係、那個即係嗰個防疫係放鬆嘅喎。陳肇始講放鬆嘅喎，嗱，撈新聞嚟嘅嚇。而家真係窒你係要好清楚有 source 嘅，係不過電腦唔識睇 source 嘅嚇，所以佢係、你講緊呢啲嘢唔啱啊咁。好啦。因为近日入院人数急增啦，咁啊，于是推出新标准，咁咧取得三个相关24小时 CT 值高于33样本嘅可以出院。咁啊，陈肇始话即系人多啊，准备定啦，迟啲你唔使嚟入医院医噶啦，从来就唔捻使啦，全世界都唔捻使啦，香港咁捻作大嘅啫，英国、美国啲全部系翻屋企算噶啦，啊呢 Omicron 系咪啊？已经预咗系咁啦，系都要搞呢咁嘢，系都要搞鸠你，系咪吹捻涨？好嬲就唔使嬲嘅，呢啲嘢咧，系赌行逆施咧，必然系佢自己受苦啫。我哋普通人咧，有冇受苦咧？唔谂去拜年啫嘛，咪视像咯，大家识用 Skype 啊，识得用 WhatsApp 啊 ，WhatsApp 有电话噶嘛，已经有影像噶啦 ，Ring 啊嗰啲 ，Signal 啊嗰、那个，好多软件可以，YouTube 都得，同你。視像對話多咗喎，近來係咪大家呢一兩年多用呢啲 IT 喎？咁係咪完全代替人同人嘅接觸咧？唔係，但係冇所謂，係咪代替到啊？肯某個意義上代替到麥斯啊，跟麥斯今日有兩個啊，麥斯布曲。咁啊，既然你搞埋啲咁嘢，咁阿蘭教授嘅啫，咁香港嘅經濟咧就瓜緊，咁即係。昨天我那个前天有讲啦，前日那个文告有讲啦，即是我认为香港的经济是瓜紧，咁我是综合我睇到咁多经济的资讯啫。但是这个资讯星期一，即是星期一仲是年三十晚，信报嚟嘅，恒生指数今年跌咗6371点，成年计，科技指数跌咗48%。咁你点讲话出年个经济可以好？咁啊，你啲帮政府做嘢讲嘢嗰啲经济学家嗰啲啊，财经演员啊，仲话个市啊尽啊咁样。我听见呢啲，我以前都听下噶嘛，即系少买啦，冇乜点投资啊。咁我都想多啲资讯，咁我决定投唔投资啊。结果我系唔敢，即系话，即系再去投资啊，或者因为嗰啲资讯系假嘅，我自己感觉。屌佢嗰班友亂鳩咁噏嘅，同埋有時候會推下推下呢樣推下嗰樣咁嘅，多數錯嘅，咁但係都冇所謂言論自由啊嘛。但係即係你
財經演員好似有法例禁嘅，即係你亂咁幫人推呢、這個即係股市啊、股票啊、邊只邊只啊嗰啲係錯，係可以告得你嘅，千祈唔好做事啊，嚇！發布虛假信息啊，諸如此類。咁啊，而家唔係最大虛假信息話股市會復好啦，跟住咧就而家係投資良機啊。咁呢個係國策嚟噶嘛，叫你哋去投資呢個國策嚟啊嘛。咁啊，國策就要揾啲爛鬼前線財經演員去推噶嘛。咁啊，好多人喺度推緊。咁幸好咧，你聽你睇 YouTube 咧，你會睇啲小眾嘅咧，咁佢可以俾到更多信息嚟。咁咧，你大家做投資嘅就要自己去睇呢啲信息啦，係咪？包括你睇我嘅信息，我都係話好撚危險。我覺得我唔係財經專家，但係你我睇到呢啲信息好簡單啫嘛。你成日話中國經濟保六保八啊咁樣，舊年有找啊，仲好過啊嚇，經濟一早復甦啊。如果你一早復甦，香港又復甦，佢話香港冇事嘅喎。財政司講唔使派錢都冇事，個個喊打要你派錢，梗係有事啦，係嘛？經濟香港一般嘅市面啊，失業率好低喎，咁分分鐘又係數字遊戲啦，係咪？咁呢啲已經越嚟越普遍啦。咁大家信唔信咧？咁啊自己去衡量，自己去睇多啲資料啦。我就唔撚信㗎啦，係咪？即係你話經濟好轉，咁但係如果你經濟好轉，第一步就係反映一個股市，最簡單，因為你所有。有咩投資計劃？你個大機構你都係發行股票啦，然後咧你公布消息啦，公布消息好多人買你股票啦，於是乎你嘅股票上升咧，咁你個公司嘅估值上升咧，咁你可以借到錢咧，係咪啊？成個運作我啲唔識嘅啲只係咁啦，大約係咁啫。所以如果股市一唔好咧，你代表成個投資氣氛唔好嘅咯。咁而家舊年屌啦升，人係人都升咗三分一，台灣股市升咗三分一，美國股市升咗三分一。是唯独香港跌了三分一、啊、由三万点到两万，而且未停，看个样子应该是未停，咁、啊、又看不到任何即是任何二千三百二万三千几好多年前的嘢咯，即是那波未升上去三万，咁我幸好嗰阵卖咗啦，一八年嘅时候卖咗大橛啦，咁 啊搞数离场啦，咁而家就仲有啲嘅，咁但是你都睇到。咁你点啊？你叫我系咪低入？我真系唔敢喎、啊，买翻啲啊！以前我系好、哦、等若干年价值投资，等佢低啊，跌到残啦，咁我入啦。咁如果跌到万五咧，我会考虑嘅，就系咁简单，即系死晒都会翻生噶嘛，好多嘢系咪？死晒有个谱啊嘛。咁就系咁啦。而家成个经济你睇到就唔系一个好嘅现象。出年咧系今年年啊年初三系好差。咁啊最差就系继续。打擊呢個小面嘅小經濟啊，小消費經濟咧，小個反應大嘅，係咪？即係你一般人都唔投資，你啲大企業咧看似好強大啊，但係你見啦，大企業過千億嘅市值，過百億嘅身家現金，佢可以燒得好快。反而我啲我個人嘅錢咧，唔係咁容易燒咗佢嘅。我呢啲老本咧，咁第日啊，我都做下小生意，可能係救翻個香港嘅經濟，即係由細做翻大嘅。大家都系啦，所以我成日讲话，我哋仲有个责任，先仲有个责任就系、是，即系我哋出嚟管理翻个社会好，即系老咗嗰啲啊，出嚟攞啲老本出嚟做下小生意，刺激翻个经济，唔好谂住救经济，千祈唔好谂住救，但系你刺激下佢，等个气氛好转，由低位慢慢上翻，啊合理一啲，疫情之后，咁我谂都系嗰个作用啊，咁啊疫情讲嚟讲去咯，都话大家唔使紧张啦。系，我都可能唔需要再多讲打唔打针啊呢啲嘢啦，系咪？大家自己决定咯，系咪先？自己决定咯，即系要讲都讲咗啦。我谂唔打嗰啲都唔会打噶啦，系咪？咁啊 ，YouTube 仲未衰到叫我你一定要讲叫人打针啊？咁我继续叫人唔好打，学我咁唔肯好打啱噶啦。呢个唔系好顺，冚家铲嘅。嘥鸠气，咩叫做错误信息啊！屌鸠你老母！好，今日就一肚火啊，所以即系讲咁多算好嘛，大家唔好介意啊！即系一年又系新嘅一开始啦，吓咁啊，冇计噶啦，吓、啊、我哋最紧要就保持呢、這个吓脉之不枯啊！大家最紧要保持个善意，吓、啊、即系就算你话哦冇咗啊，睇、哦、开冇得睇咁就算咯，有乜所谓系咪？我你知我仲存在系咪先？就算我人不存在，个精神仲存在，系咪？同埋我又唔会完全消失噶嘛，我仲有 Facebook 噶嘛，我又开咗个 Meme
又有 dream 啊嘛，咁我咪多啲写嘢咯，仲有个 patron 啊嘛，咁我多啲写嘢，喺某啲空间里边，大家依然喺唔喺 YouTube 见，我哋仲喺其他地方见噶嘛，唔使惊啊，所以好，今日就冇咁多人热门今日个话题，咁但系大家新年愉快啦吓，千祈唔好太紧张啊，即系升年初三咪拆口，唔好同人嗌交，系咪先？咁啊，听完我呢条视频，当嗌完交啊，即系过翻个愉快嘅余下嗰个今日仲系假期啊，过埋呢个愉快嘅假期啊！好多谢大家，今日讲完啦。